收工了。恭喜，谢谢。我们就做这样的电影，真到开始做这样的电影，他们知道回到哪里。回到这块，我做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中的一种状态。他一定会记住这个电影。创作是不管是前期、中期、后期，在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在那个画面里。我没有一个物理的归属，好像更大的一个空间是我的一个归宿。一切都机缘，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那个概念。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如何，那团炉火一直在燃着，他守着那颗心。电影卧桶，开机大吉！我们暂时定的是明天是爷爷的庄。然后后天3号4号两天，我们去要去复景了。该解决掉的前几天的前十天的，能够解决掉前几天的。大水枪那个道具现在是有3个版本，就是我们需要确认一个，我们最终版本是要用哪个？那就明天抽个时间过去看一下，去确认一个。3号、4号的时候，如果那个器材咱们能到的话，他们想说找一天，然后到河边。那不要3、4号了，6号。6号，听我的。6号，那个就定6号了。子怡那边记得就是记一下6号。6号弄完之后，必须那天保证8、7号能开的。不是，基本现在每天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不敢说圆满，但算是。比较正常。卧土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卧土呢实际上是我是主观的想联系到这个地久天长，关于中国的这个家园呢、故土啊这个方面联系到一块儿。当然一个地久天长是涵盖不进去的，所以我就夸张的或者有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就觉得好像能不能再弄个3部曲。但话说出来了，这事儿得办，希望他办，而且我的内心也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完成。其实地久天长已经离开了我自己本有的生活，涵盖到这几十年的我们中国普通的工人的这种变化。这部戏呢，就是我是想着可能在中国嘛，就是在关于农村啊、农民啊、土地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所深深经历的。最后呢，还是决定了这个西北的方向，这种广袤的土地、蓝天，特别干燥，有农村的典型的代表地方。我们去过山西、陕西，我们所想到的这个西北地方都跑遍了，最后是各种机缘巧合就落在这儿。从这会窜出人来，从那边原上咔跑过人来，大家汇总在这块儿，底下是底下敲叮咣敲什么锣，咚啊咚啊都不知道。最后中间人让开，那边梆梆梆梆冒头出来了，有这个头完了就可以哪都可以节点弄一下。OK， 很棒，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好吧，剩下的就好办了。其实我们每一步这么几十年做片子，不管是跟主任合作，或者其他像吕东啊、摄影各种合作，主要是基于，就是说，我们就做这样的电影，就是他们可能跟王小帅合作就这样的电影，真到开始做这样的电影，他们知道回到哪里，啊，回到哪里怎么做，这是我需要的。咏梅 ，In her leading role， 咏梅，地久天长，祝贺咏梅。
咏梅嘛，因为确实是我们有过一次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我们在这个戏里也是，就是说我们还希望跟咏梅有个延续。听到这个事情他很兴奋，他说我可以做，这个说明他虽然已经拿到了柏林的这个最佳女演员影后，他并没有因此就立刻离开这个轨道。祖峰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之前就一直很想和祖峰合作，绍兴这回我们就合作了一个叫八角亭迷，就感觉非常好，跟我以前的印象也是一样的，就接着一块合作。他其实所有的前提就是每个演员都认可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你们在拍这样的戏，早晚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在一块，所以一切都机缘，或者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一个意念的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那概念。他要做这个，这个一瞅，这真的不可能。现在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个字是我要求的。热浪，还有烟，那什么，那个不对的，那个好奇怪啊！到底怎么生钱？你别到时候把小孩伤了。七八节，咔咔咔那种的。七八节，里面的戏还没拍呢。对，那就是要让他们那个交警的时间得往前提，就不能17号交警了。头发它本来是自然的头发，糊了反而假了。那不行，你长不长，短也行。走吧，老师，咱们先改动一下。你有那种焦虑吗？我没有焦虑，我现在焦虑啥？我现在焦虑什么都没用，所有的一切都乱七八糟，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半年一年了，但这永远是这样，拍电影都是这样，零到两零到的慌慌张张。你在电影拍摄前期有什么习惯吗？就是开机之前，或者说有可能睡不着觉，其他都还好。任何人在这个时候都可能睡不着觉，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但是就过一阵就可能就掰过来了。现在你看，我们都8点钟不到就醒了，就可以起。但真到那个时候，也就一咬牙一跺脚，两天仨月就过来了。这特殊情况，回头再去补觉呗。拍完戏之后。狂睡就这个还没弄啊，这个要弄，得弄，这些都要弄，门呐什么，想着换门呐啊，但是因为你不跟木门接木门是吧，我想走旧门去弄，不是那门和门得接吗？我以为是那个门和这个门是一样的呢，这是要从这个人走过来，哎呦，他是拉的啊，拉也行，反正那边能啊，那边能拉吗？反正你拉就行，但是得接啊，好嘞。给同样的门，对，我觉得你们如果能够关注到吕东的工作，这是一个让我特别欣慰的一点。我们从合作一直到现在的几部片子，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大的美术和置景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的片子都是基于非常极端的现实主义一种风格，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一切好像就是架起机器就拍的，包括现在这个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置景改造或者搭建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让人家看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其他的人会在那种看那个貌似那种外表东西回归到那种真实，回归到那种内心，回归到现实，才能发现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上面我还得动，对对对，这上面我还得动，所有的规规矩矩的，嗯，还得弄，这个还得乱啊，这个还没搞呢，没搞，我知道，咱们还得来了，你们再搞，还没搞呢，像这个周边都好很多，就唯独这一块，这行，人工没事，过两天就变了，像塑料的，你看，再来15分钟。看起来像一个30多岁。对啊，那我们那个牛导演也是啊，他那么老了，现在看起来像个小屁孩一样。哎，牛乐，你七几的？七三的，七三的已经40。啊？48、49了，你想想。但是我也是啊，我们看起来都像小孩一样啊。我是不是有点胡说了啊？有点没把自己当那个外人呢。有时候你看50多了吧，啊，很好，电影使人年轻，电影使人年轻。
我要做电影的这么多年，对我来说比较让我自己宽慰的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如何，让自己呢就是回归到一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中国需要那些就在一亩三分地里守着那些人，可能这十几二十年没人看到，但突然我们有一天回来了，特别淳朴的一个手艺在那，我们就会非常欣喜。我老是觉得我希望是那个手艺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么多年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一点，而且没有办法去考究它成与否。就刚才说那个什么说老不老的你们都笑，我是老了吗？嗯，你跟我们看到之前采访中的形象一模一样。你像我那个头几年，人家找不着青年导演，都把我们喊成青年导演。青年导演当了多少年青年导演，对不对？现在也是青年导演。现在人家再不好意思说了，现在人家有更多的青年导演上来要推翻你们这些老导演，赶快把你放到老导演行列，就可以淘汰出局了。当青年导演当到48、9岁还在青年导演呢。我们有半年多，有些守在这里人一直守着，守到我们开机，我们一步一步去做，甚至我们最后还是没有特别完美，但是大家守在这里。我觉得我拍电影幸运的一点就是能够总有一些人能够觉得跟着我们一块这么做是有趣的，是值得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有信心的一点。就不管世界怎么样，啊，那些在一块儿守在一块儿的人，啊，那团炉火一直在燃着，它没有灭过。嗯。